小孩第六女现身，控情伟玩国王游戏硬上钩。你应该没看过人，他也可以说什么好像你什么之类的。情伟性侵疑云，即造型师冰小布等五名女子出面指控。七月二号又有第六名女子 A 女爆料，四年前她和情伟透过脸书认识。之后见面约吃饭，秦伟以衣服脏了要 A 女陪他回家换。在车上时，秦伟电话响不停。我觉得你是女生，因为他一直狂打。之后回到秦伟家，在他家里玩所谓的魔王游戏。结果女方玩输了，居然被硬上。这一段唱错吧？他就说他就是年纪也到了，他想结婚，什么生孩子。我觉得就老张。丑闻连爆五天，原本秦伟固定周日上教会，三号也不见人影。好友兼教友的宋一鸣有打电话关心他，他也觉得他自己做的有过去不是这么妥当，但那是过去的事情。首位揭发秦伟恶行的冰小布也积极与其他受害者搜集证据中，会请警侦单位协助备案。娱乐动新闻，赶快自首吧，回头是岸。报道。